on hustling weight, set up a bottom. She got it look good all in my face. I like when they lose, patron get abused. DJ last got him on pimp juice. She bringing it back, so I'm licking with the text. I gotta give her the cash. Do what she do with the ass, me if I think so, it's fine. Damn right, I'm about to lose my mind. So sack, know how to make that body whine. Grind, I wanna press rewind. I give it to me one time, give it to me two times. So right, I must say, I like when them green. Get Lucy low to the flow in them jeans. Hey, baby, take off bitty, baby, B. When I'm in the club with DJ LAZ.这里是这个薛薛的游戏视频栏目，欢迎大家收看这个无限火力的英雄联盟啊。然后因为最近在玩无限火力嘛，所以想录个一两期给大家看一看，也只是娱乐娱乐，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啊，有点担心。我和小袁是走下路，小袁么么哒。我没听到。小袁么么哒。我该怎么回呀？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然后我还找了一个猫子哥，然后跟我们一起玩。我先出肉。我还是对，没事，一样的。然后我出加血吧。我先帮你加血比较好一点。等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要炫富，只是真的买了这个皮肤。音乐很好听吗？不听。怎么了？中路了吗？中路要被抓了。没事。哎呀，我又忘记那个什么了。我回家买个东西，马上就回来。你在这里插个眼呗。哪里啊？这里啊。对。好吧。如果我们下路对上是杰斯和豹女，就完了，就完了，肯定完了，就这么玩。杰斯应该中路吧？如果的话。
他们不准备回来了吗？不知道呀。哟，我的天，中路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。中路不知道是谁啊。啊，豹女不准备下来了吗？还是说他们就准备直接推中路什么的？哇塞，想送谁？杰斯，好，凶点凶点就可以，凶点。别闹别闹，快回来！等一下，再凶一下，再凶一下，哇，再闪现，再凶一下，差点。不用怕，轩轩，真的不用怕。好的。他们都不敢过来。废话，有加血。对呀。快到两级。对，两级就好打了。哦，他们邪二了。对呀、啊，他们在中路打了团。干将、啊，好了，先加点血。好的。直接打，直接打。我的。好。漂亮。娘，小心娘，躲着点，不要顶着兵线，稍微小心点。我操，传送回来了，别闹别闹，过来，再打打这个打这个，再打这个，对，哦，是，好的，不讲，喵喵喵喵喵。好像我还是满血满蓝，就这么先玩着吧。因为晋升过来，他大概是不想这边失手吧。好的。枪杀也是可以的，但我现在没闪现。谁呢？我插个眼。像我们俩这个组合不用怂的。对啊。小心小心。不是怂不怂的问题，是他打这个其实真的挺疼的。太远了。幸好你可以加血。没人了吗？只剩他，哎，野区。你有没看到？有。他们到我们家了，但是那个小林去了。对。对。他的消耗完全没什么用，因为你可以无限的加血。对啊。我到走前他就怕。喵。我去不把那边，哦，那边有一眼。哈哈。闪现消耗，我们消耗他吧。小心啊！才三级。才三级你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王。你好忙啊。没事。哎呦！哇！啊，该来的总是要还的。没事，等六。我应该出什么呀？先出肉吗？还是什么？可以啊。那就法强出那个半肉也可以啊，这个模式。这个模式还是肉比较好吧。嗯，那就先出个。出个冰杖有用吗？
我时光之杖。等，我先把它解决掉。好，我下次。那你伸出了冰杖。哇，是吧？金子。好漂亮。江三五。什么鞋子？哇，大概是不想下路起来。等一下，直接定住，直接定住，是，漂亮。他傻不傻？真傻。他不会取消吗？我天！这个是我们把杰斯打到上路去了。杰斯打我们一点用都没有，完全没有作用。好吧，没有啊。其实我们不是已经那个什么了吗？被杀了一次吗？一次，他们几次？哦，也对哦。但他们已经把小龙偷了。啊？没想到我更没什么用哎。两个。等着，看看是谁。变身不响，两个大叔叔。等变身 Q 以后再定他。是吧？哇，等，这有人。等，这边有人。要强杀，他们要强杀。有没有大招？好，大招。好的。听到了。到了。小罗他们已经管不了了。漂亮。Ace， 哇，帅。猫子哥，果然好厉害。快拆。先出个。好的。出了这个吧。走，回家。猫子哥，你小心点。换一下。对。我去帮中路推一下吧。敢出来吗？我都看不到他人。打我没什么用的，我身边有情侣。打。哇。哇，完了。哎。我的天。这个有点浪。没事，我只要不被插中都可以。我先回到家。好的。等一下。他们要进塔。哎，你们不上吗？上。打这个。好，就进塔里。进塔进。完了，要死！没事。漂亮。好距离。回家说什么呢？狂徒。我出那个时光之杖真的有用吗？有用啊。这个模式呢？
OK。我觉得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嗯。对面崩了，我天！小龙在不在？对，去看小龙。没了。我们先把那个钟楼塔推一下。好的。猫子哥已经追到他们家去杀了。哎，这大放的让我这个有点鼻子这个，哎，这个操作有点让我觉得。我还在想是谁的大，他自己的问题。对面疯了，埋伏下金身呗，会不会过来？就这么说，上路上路上路全人，要吗？是大招，那个上单人的大招实在太吓人了，完全不知道他在放什么。我推塔，你们回家一个，不要都回去啊！我天，好吧。小金森，我就直接踩塔，不管。好的。等他 Q 啊，等他 Q 啊，马上！哎呀，完了！啊，好了，算了，我看一下，暴击了，有点疼啊！能浪不能浪，浪了就不好弄了。狐狸哟，疼！狐狸没货，狐狸会漂亮，他都没打到了，点四。下路的塔，陪我去下路的塔。嗯，我一个人我怕。刚才主要是那个剑圣那个直接暴击把你秒了。对，这个暴击有点狠啊。来了，不用怕，我一个定他就定好了。来金身，他在招索，操作。对啊，好二啊！这个时候金身有用吗？哎，小龙。哦，对。一个人就可以了吧？哎，没了，又没了。没了。主要我们不知道。团起来，团，圈，这里上面。后面，我去，好的，结束。我们又来吧。对面这个，对面这个是来送的，好像。所以我也不懂他这个金身那个大招有什么用。换一个，柔和一点。我先出个蓝盾去，然后再出个反甲。帮我挡着点，我的天，我要回家。塔，算了，上路的塔。
去防一下。好。哇塞！这是在练习躲技能，我天！中路还行吗？真的吗？真的还行吗？放鞭炮呢，我天！没有人来吗？这是。我把这波打完，我就回家，然后过去。哎，对，小林得说一下，我好像我没看到。小心！烦死了！完了！我操！人呢？上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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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哦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人没了，我操，人家都走掉了，你还在这边放魔啊？是不是那个大自然人大招？大自然人的大招一点用都没有，直接上直接上，爆你还在，真的。大脚步，我天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哎呀，中路，对呀，我来不行了，等一下，等我们来。哎呀，完了！破了！等我们来呀！别中了就惨了，这个中路的瓶子不会打，他老中技能，没办法。哇！主要是我们都一个去的，完了。我操！真是够了。那个是金圈。一个人冲不出去的，没有用的。
先生。你别冲出去啊，别冲出去，你回家补血。好的，漂亮。最后我去看一看那个小龙有没有刷。小龙有吗？有。帽子哥，你能刷吗？能刷。来了。好的，漂亮。他是什么大招啊，好神奇啊，像是人啊。问题是他的那个大招每次都弄不到人。咬他。咬他。小心。定他一下。是。好的，漂亮。我炸弹人炸得完全没什么意思。直接推嘛。再不推他我们就没有胜利的。赶紧推过去。中路。还有人吗？对面等一下我先守一下下路。等一下我操，你扛塔啊，我操。小姐你说话了。帽子哥终于说话了，终于肯说话了，我的天。哇，他大招都来不及放，我的天。他triple kill了，真 bug。漂亮，不过中路，我睡觉了。再出个狂徒吧。哦哟，秒他。好的。哎，家里还有个。哇塞，这两个是一个耍吧。我操。总有一天你是要还的。漂亮。
家里。啊？家里还有？这兵线超级兵都过来。家里，不要听那个爆竹，那个炸弹人，他不会玩。担心。完了。炸我吗？这是。他看你不顺眼很久了。炸弹人完全没什么用啊。对啊，就是摆设嘛，没事。不是我说他玩的外面，完了，他把剑圣杀了。猫子哥千万别一个人出去，真的。哟，打到人了。还逃得了吗？是。漂亮。剑圣给你们奶死掉了。奶，不是我奶死的，你们。正当以为我的奶是毒奶啊，不要闹。来我这里集合。要不要上去捉他？呀，没弄到，没事，才几秒钟，就不要太离谱就可以。行，炸弹人都快给他戳死了，来了来了。Double kill， 可以了，直接。没有人了吗？对面？还有几个，我觉得好像对面少人啊，要注意一下有没有偷人，有没有偷人。那我们推要直接推了，我扛的。没事，我帮你加血。我扛的，直接推，我扛的，直接推。快推呀、啊！推。帽子哥，快推！好，赢了。OK， 赢了。哎呦天！狐狸和炸弹，狐狸和炸弹人完全是我那一个呀。炸弹人被。